先用四毫米的扳手把这个螺丝拆掉，然后这边还有一颗。拆掉之后，将这个东西拿出来，这个螺杆，然后把它放进去，卡到这个对准这个卡槽，把它卡进去，卡到位之后，然后再拿六毫米的扳手对准。套上去，然后再把这个弯腿对准这个孔，对准这个牙孔，然后再把螺丝锁上去。